唯有细心念佛法门，最是应机，是人人能学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。聪明的人，愚痴一点人都行。没有一个人不能修。但能依教念佛，定能往生。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取，一个都不会漏掉的。一得往生呢，便能转恶成善。你看看，转恶成善多难啊！大乘经教上说的是真话了，把这三大类的烦恼。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通通把它转成善，要多长时间呢？经上都说要无量劫，这么难呢？这么长的时间？这无量劫实际上说呢，它是进进退退的，它退转。你看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到那里去就圆正三不退，下下品往生也是圆正三不退。一切经论里头所没有的，所以用不着想着顿悟。也用不着去想啊，消灾都不要去，消业障都不要去想，你就想阿弥陀佛就对了。你的恶业，你的罪障，不知不觉的全没有了。这法子好极了，念佛之方便妙用啊，邪事勿学。还有能比这更方便的？找不到了。无量劫来，善恶习气。都不必去理他，只要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，这名号上就行。自自然然，从减轻到消除。一句名号成了大功。